已经完美的帅哥美女要应征空少空姐，怎么会落败下来呢？原来是身体的狐臭惹的祸。最近呢，大陆厦门航空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招募活动，身体呢初选的时候不仅是要求不能够有狐臭，现场呢不但是有男医生呢近距离的来摸一下这个女应聘者的身体，而且呢要闻闻看检查一下有没有味道，而且呢要求穿着短裙的女孩子要反复的下蹲动作，甚至呢还要男应征者呢在女医师面前宽衣解带，所以现在也引起了网友批评，说这根本就是性骚扰了。